大家，今天呢是12月19号，也就是 Kitten 的生日。其实就是今天准备了，也没有准备什么啦，就是今天想要带他出去买他的礼物，然后请他吃饭，这样子过一个很简单的一天的生日。所以呢，就简单的记录一下这个 vlog 啦。然后他昨天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没有给他 surprise。我是没有给他 surprise 的，因为其实这整个12月我们都超级无敌的忙，然后我这一个星期也是很忙，很多的拍摄啦，对，很多很多的工作，他自己其实也是很忙的，而且我又觉得我们好像有一点老夫老妻的状况，所以我觉得 surprise 这种东西有一点难想，我会尽量可能中间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可以给他 surprise 吧。我觉得是没有啦，然后因为太忙的关系，我连今天的晚餐我都还没有 book 到位置，我已经想好要去哪里吃，可是我还没有打电话去 booking， 所以我现在要去打电话做 booking。有人接？对呀 ，suppose 是有人接的呀。Why? Hello, is it? Oh, okay. Thank you. Bye bye. 他讲那个 restaurant 的人会再 call 我 about 那个 confirmation， 就是今晚的 table。所以我到底是有 table 还是没有 table？ 他讲他会尽快 call 回给我啦，就是有没有位置。生日礼物呢，我也是完全没有惊喜，因为我不知道要送他什么东西，因为他什么都有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不缺，真是不缺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直接问他，你要什么？不要等下我花了很多钱，然后买到一个你自己不是很喜欢的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是觉得，直接问我也是蛮好的。So， 我们现在就等他准备好呢，我们就马上出发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 Yvonne Chua 的 channel。刚刚已经拍了开场。你要带我去哪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me， 哎哎 ，Happy birthday to me。今天呢？整天是由他包，他包我整天。对，我把他包下来了。因为今天是星期六的关系，所以就很多的 restaurant 都超级的爆满。我们现在就是来吃鼎泰丰。炒饭很好吃，你看他太饿了。然后还有这个酸辣汤面跟红油炒手，然后一定要叫的小笼包，然后下面是流沙包。给钱了，耶！我有戒指了。他的礼物，有人的礼物带走路。刚刚买完礼物呢，然后就逛街逛超级的久。逛到我的脚要断了。他脚要断了。然后刚刚呢，我就在 LV 买了一条项链，项链我觉得。看中很久啊，所以今天就把它买下来。然后刚刚呢，我们就是有一个买圣诞礼物的环节。然后呢，现在距离我们吃他的生日晚餐呢，还有大概半个小时。然后从 KLCC 这边去呢，只是需要7分钟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坐下来喝一点东西，休息一下，然后
等一下就带他去吃晚餐。老了，点点就好累了。生日哎，不可以累，要打起精神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生日很不一样？对啊，因为平时没有这样子从早出街到晚上，然后出街到晚上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晚餐的地方。Hello。好浪漫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他就是吃 Asian food， 所以呢就带他来这里吃。他要生日的时候吃他最喜欢吃的 Asian food， 是的 ，Curry Laksa， 然后配红酒，超奇怪的耶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很寂寞，他一个人走过来唱生日歌给你，许三个愿望，最后一个愿望不用讲。嘿，又给钱了他。多少钱？不要讲。赚一个million一个月的房子。